南开大学校园内有一片禁地，它用来追思、怀念和记忆南开历史最大的骄傲。这里安放着南开系列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和他夫人的骨灰。张伯苓1951年2月23日离世，他生前曾留下遗愿，要把他安葬在南开校园内。之后38年，骨灰5次变迁，但始终未能如愿，甚至有一度连张伯苓的名字也消失在南开的校园。1989年，在南开老校友的多方努力下，张伯苓的骨灰才迁入南开校园。我觉得张伯苓他是国士，就是品格高尚的人师，是个伟大的教育家，少有的教育家。张伯苓是一个很机警、很善于交际，也很有很深的了解世道人心的这么一个智者。张伯苓一生很精明，但他的晚年一个很大的失算。我倒不这么看啊，很多人是这样看啊，这是典型的以胜败为英雄。这一年，袁世凯以北洋军6个镇的兵力在直隶河间举办大规模演习，史称河间秋操。它意味着袁世凯小站新政，出战告捷。作为北洋系的发祥地和中心，天津城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源头和中心。这一年秋天，袁世凯联名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推动了另一桩大事。1905年9月2日，清政府谕令从公元1906年起停止所有乡试、会试和各省岁试。随着谕令颁布，中国历史上延续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突然结束。据袁世凯的后人回忆，就是说袁世凯平生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情就是废除科举。其实袁世凯提不出这个见解来，是研修提出来的。谈张伯苓离不开严文生，他们两个人应该是一个在办教育的时候是一个手心手背。他是最早上奏折说科举考试里边要增加这个经济特科呀，他上了一个经济特科的奏折。中国戊戌变法的这个先声，那是那谁，这是梁启超讲的，就第一声。大公报曾经把他称作旧世纪的一代完人。他出身天津盐商世家，他因横贯商学两界，与南通张謇并称南张北盐。1904年，研修被袁世凯力荐，成为学部左侍郎，统管全国学务。他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归国途中，研修决定将严家家馆和天津城中另一个望族王家家馆合并，成立天津第一所私立中学堂，同时任命年轻的家馆教师张伯苓担任中学堂监督，负责一切学堂事务。这个事情是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大事。胡适评价他说，张伯苓和严修先生的这个结合是最圆满的一件事。因为严汉村当时是很高社会地位嘛，他是学部侍郎，二品大员。张伯苓当时20岁出头小伙子，别人也看不起，但是严汉村认为他这是块玉。当时啊，两人谈着以后哈，张伯苓向严汉村表态，宁以身勋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严修1927年病逝，在南开学校，他被尊称为校父。无论在他生前还是身后，张伯苓严守对严修的承诺。他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创办系列南开学校。张伯苓也曾经谈起过坚守这份诺言的艰涩。他说，每每雨中走在南开校园里，看到雨水滴打在树上，就像自己在落泪。
这是黄宗江生前留在我们镜头里的最后影像。我们邀请他回到最喜爱的故地，他选择了南开中学，他把南开称作他的家。方言中把洼地称作开洼，南开意为南边的一片蛮荒之地。1907年，张伯苓向天津名流募集资金26000两，利用天津乡绅郑菊如捐出的城南10亩洼地建成新校舍，学堂正式更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迁入新址后，袁世凯前来参观大为赞叹，捐助白银5000两建成中学礼堂。张伯苓虽然背靠研修殷厚的人脉，以反景开端，但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他也将由此踏上苦旅。他需要奋力周旋于各式政要间，围堵似乎永远在断裂的办学资金，而且一侧身他又不得不卷入由此而来的各种非短流长。他的这种社会交际面非常广，你按照一些人说的不太雅的话，就说张伯苓那是三教九流都能来得了的人。油滑的这一面肯定会有的，他不油滑的话，他怎么能够游刃在这个政界、这个企业、商界？他很长袖善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这一点他的能力也是很强的，在这些人之间周旋，长袖善舞，然后把钱用在教育。不是有人就说诟病南开，就说用军阀的钱，用这个资本家的钱，就说用他们这些这个不义之财来办学校。当时南开学生也有提这个问题的，就说那个我们为什么要这个凑钱？严修说嘛，严修说是这个盗泉之水不妨用来洗洗脚嘛。张伯苓也很无可奈何，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我们不妨用粪水来浇鲜花嘛。他说我就是那个挑粪水的那个挑粪工，我把它挑来把你们培育成一朵鲜花，这有什么不可以呢？1911年春天开始，张伯苓忙碌往返于天津和北平两城之间，因为创办南开中学声名鹜唳，清华学校代理总办严惠庆聘请张伯苓兼任清华学校的教务长，总揽清华学校校务。这一年天津城又传来好消息，直隶提学使傅增湘下令将天津两所业绩不善的中学堂并入南开，同时每年拨入学堂经费3600两。张伯苓一生的宁静时光并不多，教育经费陡增，终于卸下募集资金的庞大自负，又亲历清华学堂的美式教育，张伯苓开始谋划南开中学堂更大的发展。但张伯苓年谱中关于1911年秋的文字记载并未见轻松和喜悦。1912年3月2日，张伯苓年谱记载，晚天津发生兵变，南开虽偏居一隅，幸免于难，但已无学生来校，只得缓至4月开学。同时，原本应该从政府领取的学堂经费也因故暂缓。这就是灭顶之灾，最致命的是长州盐务风潮，因为这个盐范孙本人就是盐商，就挣2万了。王建的时候呢，整个他也是亏赔120多万。无米之炊的这种状态下，有的教会说我们要给南开钱，要把南开可能办成一种教会的学校。然后张伯苓一在婉言谢绝，说谢谢，这说南开是我们是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我们再困难我们也不会接受你们这种改变。从张伯苓开始本身不领工资，他们其实家里也是支持这个。中国还有一个政府有一个传统，他对于私学他是支持的，就是他每年有一笔经费资助这些办私学的。所以那个时候卢木在做提学使的时候，在南开最艰难的时候，他就把就是说拿一笔公款来资助他，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把一部分公学我和你合并在一起，然后这样你就有一部分公款来支持你一把。每年张伯苓也去申请这些钱，说能不能支持我坚持下去。南开中学高二12班被命名为周恩来班，
少年周恩来1913年入学南开。南开中学因为再度兼并了两所中学堂，已经走出大难，而且迅猛发展。四年中学时光，周恩来因善演讲，能文章，工行书，品学皆佳，成为南开中学唯一的一位免费生。他还因为在南开新剧团令人惊艳的反串演出，成为南开经久流传的佳话。1917年，周恩来从南开中学毕业，在校长张伯苓的授意下，周恩来代表全体毕业生接受大总统徐世昌亲自颁发的毕业证书。这年9月，青年周恩来离京赴日留学。第二年年底，踌躇满志准备筹建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归国时途经日本，周恩来前来探望恩师。张伯苓骄傲地对他最疼爱的学生说，以后你可以回天津上南开自己创办的大学。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第一批学生96人，周恩来也在其中。经张伯苓特许，周恩来免试进入文科班深造，成为南开大学第一批入学的学生，学号第62号。但这是一张空白的学业注册单。1920年1月，由于前去洋货店检查日货的学生被奸商殴打，天津学生联合会到直隶公署示威，却遭遇查封。他们与军警发生激烈冲突，在这场冲突中，周恩来等4名学生被捕入狱。从张伯苓对学生运动的态度上来讲，其实是跟过去大学校长的态度是一致的。所有的校长都是这样，其实他们本心不太希望学生上街。所有的人，他参与民的不想，他们就是中国需要的是教育，中国需要你好好好学。爱国本来是中年人应该做的事和责任，现在这个事情落在年轻人身上，说明本身就说明是中年人失职。而他们也担心这样一搞完之后呢，学生就会这个就是比较浮了浮躁啊，不爱上课什么的。但是有一方面，就是说你这个毕竟是一个事关国家这个尊严的事情，他又不好去阻拦。我觉得这一点，张伯苓他认为青年学生的一个主要任务，你先自己强大起来，然后让你自己独立的思考，啊，他是这种观念，所以当时他是反对学生去参与，盲目的参与就是一些政治活动啊，一些政治活动。那么在这一点上，他和周恩来也是有分歧的。所以那个周恩来当时他是，当时天津政府市政府当时要求他说，周恩来必须得开除。虽然做出了除名决定，但张伯苓和严修决定建立严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到法国深造。周恩来在法期间，南开一共提供了银洋7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庞大的支出。1922年3月，天津《议事报》刊登了一则题为《南开大学建筑新校址》的消息。南开大学由前年夏天成立，进步迅速，成绩卓著。近闻该校在八里台东北两处置地370余亩。这是南开大学新建成的教学楼，名为秀山堂。在新校舍举行的第一次开学典礼上，张伯苓激情演讲了他创办南开大学的宗旨：学以益愚，学以救国，学能求真理，又能改善人格。1924年秋天，南开学校成立20周年庆典正在热烈举行，但贺声未落，张伯苓突然陷入了建校以来最猛烈的一场风暴之中。南大周刊第8期刊登了学生宁恩成发表的一篇名为《轮回教育》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批判南开大学的西化教育，他质疑新式教育让社会服务也成为了一个空洞的口号。文章一出，全校教师哗然，这引发了教育史中极为显见的教师罢课风潮。调解无果，校长张伯苓离校出走，竟长达数月。其实当时正好反映的也是整体世界大学教育一种观念的交锋，就是大学究竟是躲进象牙塔做纯学术的研究呢，还是说这个大学教育培养的这些人是要贴近社会，而且正好在南开反映出来。
因为在当时的这种教育背景下，张伯苓从一开始办教育，他的一个基本的理念就是教育如何救国。有一些人可能对南开有一些诟病，认为南开这个学校就是太强调社会服务了，就是培养学生都强调就是求用。这个是由他私立的这个性质决定的，他讲了12个字，就是文以治国，商以富国，礼以强国。南开的这个内部来看，看似就比较同意，就是求实用性人才这种培养的教育模式为主，但是内部的一些其实一些大学教授呢，对大学还是有各自的理解。我们南开大学历史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蒋廷福，非常有名的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那么当年他从国外回来以后呢，到了南开以后，他就想办历史系，那么就后来就跟张伯苓可能就发生了一种在办学理念上的一种冲突啊。张伯苓就觉得好像这个他不是说历史不重要，但是至少觉得哈，我的教育理念里边好像这个人文学科不是最重要的，是吧？所以他就在这方面的知识非常少，所以后来蒋经国就到20年代末的时候就一跺脚就生气了，然后就去了清华。从1930年开始，张伯苓专门为南开中学高年级学生开设一门关于东北的必修课程，教材选用了一本20万字全面的展示东北地区风貌的《东三省地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私立学校的掌门人，张伯苓对风波的暗流极度敏感。东北风声鹤唳，1927年8月，张伯苓便亲赴东北考察日本的扩张意图。3个星期的暗访，张伯苓深感危机重重。暑假回来就当场组织东北研究会，派6大教授，都是知名从美国回来的，让张伯春呢组织东北调查团到这儿去考察。著书立说，办展览惊醒国人，日本人进入华北的势头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进入华北以后啊，就面临着天津、南开能不能待下去的问题。所以张伯苓这个时候已经开始着手啊，如果平津失陷，那我的南开怎么办？他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了。经过这个反复的推敲以后，他选定了重庆。可是这时候就面临着经费问题，那么他开始给蒋介石写信，啊，说我要未来国家培养人才，说我需要在那儿建一个学校，但是我现在没有钱啊，希望政府支持。而蒋介石就非常的这个痛快啊，当即就写信给教育部，然后呢就联系这个四川省主席张群，就说你啊，从哪儿先帮我垫5万块钱给他啊，以后我还。那么张伯苓马上就组织人啊，去把这个学校就很快就建起来了。1937年7月5日，张伯苓离开天津，应邀出席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的第一期国事谈话会。对于正在悄然逼近的灭顶之灾，他毫无防备。去2月7号，我从学校回家，路途当中经过日本兵营，日本兵营对面就是一个日本中学，我见到这个学校门口都爬满了日本兵，我就觉得感觉要出事了。第二天就开始轰炸了，日本人从中日中学的楼顶上架了迫击炮，拿大炮去打南开大学，先打南开大学的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一个大圆顶，他就拿那个大圆顶做靶子，一下子把圆顶打掉了。这个圆顶很重，就把书库的墙壁都压倒了。我在这个炸弹日本这个投炸弹的后的第三天，我就曾经跑到这个南开这个被炸的那个废墟那附近，看到这个我们上课的那个南楼基本上就没有了，小学没有了，体育场没有了，而这边钟楼高中上课跟瑞亭礼堂也受了很大的这个损害。南开大学被毁是抗战以来中国第一所罹难的高等学府，初步统计财产损失300万元法币，占当时全国高等学校全部战争损失的1/10。34年苦心经营的学府，短短3天沦为废墟。但这不是张伯苓接到的唯一噩耗，战场又发来电报，电文是蒋介石亲拟的。四子西户所在空军在江西奉命赴前线，中途失事，机毁人亡。
张伯苓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说，我本来是出身于军人，上战场杀敌是我的天职，但是我未能上战场，如今我的小儿子替我完成了这个使命，我了无遗憾。但是这个话说背后他很沉重啊，你想想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死掉了，南开的学校又被炸毁了，张伯苓非常伤心。蒋介石这个时候接见了张伯苓，张伯苓当时表态呢，我觉得是他更是站在一个国家和民族立场上。张伯苓说，他说南开被毁啊，只是一种物质上被毁，但是南开的精神呢是不会失败的，将来还会要再建南开。然后可能是他这话呢就感动了蒋介石，结果蒋介石当时就也非常慷慨激昂，就说了一句话，说就伯苓兄啊，你放心啊，有中国在就有南开在，然后又给做了这个许诺。那么这个许诺实际上后来就成了这个张伯苓呢跟这个蒋介石这个交往的时候这个必提的一句话。然后经常以后这个要钱的时候，那信抬头一抬头就是啊，南开师生啊，都感念领袖的这个对南开的承诺啊，有中国在就有南开在，然后下边就是我们现在缺钱了。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将私立南开大学和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三校联合南迁。同时委任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共同担任最高行政领导。后来这支南迁的高校成为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天津沦陷，南开中学学生开始陆续向西南方向迁徙，张伯苓未雨绸缪建立的重庆南开分校也展开了旺盛的生命力。虽然重庆的日子也不宁静，南开校园曾经三次遭到日军刻意轰炸，但它依然是这座山城中最醒目的中学。据说抗战期间，所有来到重庆的外国人士必然参观南开中学，拜访校长张伯苓。1944年，南开建校40周年，也是张伯苓的70寿诞。分散在大江南北的南开校友，为了表达对张伯苓校长的敬意，发起了伯苓47奖助金运动。最初只打算从社会上募得110万元的捐款，但当整个活动结束，捐款总数竟然超过了600万元。同年，国民政府颁布嘉奖令，授予张伯苓1等景星勋章，以表彰他为中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8月10号，只可惜我们拍影片的灯光不够。抗战结束，南开的这个四校啊就已经在着手准备了。其实张伯苓呢就想重新回到私立，但是呢他知道抗战结束的时候没有钱，是吧？所以他又给蒋介石写信，他说我希望是吧政府能够支持我，是吧？但是呢我们学校还要私立。后来蒋介石就说那不成啊，他说你拿了国家的钱，然后你私立。你这个第一个我于法无据，对不对？第二个那将来别人要都这么找我要钱，我受不了了，是吧？那最后商量结果，最后那好，他说我们就以10年为限，啊，我先国立10年，国立10年呢，你每年给我钱，然后呢，10年以后我也不要你的钱了，然后我私立。1947年春天，张伯苓回到了天津。据说当年赶往车站欢迎张校长归来的各界人士超过了3000人。虽然百废待兴，但与蒋介石的10年私立之约显然激起了张伯苓的斗志。从1947年到1951年，张伯苓的这段生命轨迹通常被学者独立成章。他们认为短短5年中，张伯苓的悲剧色彩堪比其呕心沥血40余年创办南开的传奇。1948年春天，和谈无望，国共双方剑拔弩张，但实际上战场未来的结局已经非常明朗。这一年72岁的张伯苓突然做出了令人惊诧的选择，他前往南京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他因为后来跟蒋介石的私下的交情很好，那时候国民党快撑不住了，就把一些人给推出来，是吧？蒋介石非要求他，他本来不想去的，大家也都劝他说你这一辈子都分什么啊，
你最后来这么一下多不好？他说不行，这因为私人关系太好了。张伯苓去做考试院长，同时任南开大学的名誉校长。但是呢，很快教育部发布的这个任命只发布了何连任南开校长，没有张伯苓任名誉校长这样一个任命，所以最后张伯苓就觉得这个很不高兴。但是国民政府已经发布了担任这个考试院长，然后他就只好去南京了。到南京以后大概只有一星期，然后他就到考试院去点个卯以后，然后见见这个各位同事，然后他就说身体不好，然后他就去重庆了。张伯苓以考试院院长身份退隐在重庆南开中学，但实际上他与南开系列学校的关系越来越远。1949年11月重庆解放，12月张伯苓让教导主任编造清册，核查清算学校财产，把私立重庆南开中学小学及幼儿园捐给了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这年张伯苓在金南村家中第一次患中风症，康复后右腿肌肉很不灵活，不借助手力很难站立起来。74岁的张伯苓想回天津了，周恩来亲自安排专机来接张伯苓回北方。不过张伯苓并没有直接回到天津，他被安排在北京傅作义家暂住。结果他在这点，他老心想着，因为一辈子创办南开呀，是几十年的心血，他就想回到天津，所以后来呢，他就提出他要回天津。张伯苓回到南开，到南开中学去参观，他年纪已经老了，70多岁了，他要回去看看南开中学，南开中学的拒绝他，不让他去看。那很多人就见面就不理他，甚至有些学生就公开的就批评了，指责他跟国民党的关系，跟蒋介石的关系，是吧？所以他也是这个也没办法去辩解。南开校庆，他早上起来，他穿整齐了，因为去南开中学参加南开校庆。后来别人就来告诉他，说：“校长啊，你别去了，人家不欢迎你了。”你像南开的校庆，你都不让他参加了，这是他的生命啊！把他弄得这个非常凄凉，所以他从精神上，我觉得他可能是受的打击比较大吧。所以这个大概后来导致他这个中风发作啊，这个可能有非常大的关系。1951年2月14日晚上，张伯苓突然再次中风，9天后，张伯苓去世。生前弟子3000，两员桃李的张伯苓身后清寂，只有《天津日报》以前南开校长张伯苓病逝，遗嘱友好同学拥护人民政府为题刊载了张伯苓的遗嘱，以及他的3个儿子一则79字的哀情。